干啥子？买肉吗？买那么多钱的肉，你哪得用啊？可不可以当我一天爸爸？啊？爪子？当一天我爸爸？你早说清楚，是帮忙开家长会吗？开口就要当爸爸，吓死我了！你不能抽烟，我爸就不抽。行，付了钱的都是大爷。你不能说脏话，我爸就从来不说的。你爸那么好，怎么不让他去啊？他忙。行了，快走吧，别让我爹听见了。你这钱不是你偷家里的吧？不是，我帮同学跑腿赚的。冰豆豆，那就是你那个神出鬼没的爸爸。过两天就要高考了，这个时候再一味的复习，不如按甲休兵，好好的关心孩子们的身心。喂，顺溜，啥事啊？开家长会呢？骗你干啥呀？家长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啊，没问题没问题，人都齐了，把人搞他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还没结束呢。老伙计喊我打牌。这样，剩下半小时的钱我退给你，行不行？不行，马上看完最后给家长的信就结束了，就一会儿，我求你了。我把你骗人这事儿告诉你老师了啊。推你一把，能买好几斤肉呢。动动爸爸。哎呀，老师，其实我不是这孩子的。我知道，东东的爸爸在支教的山村遇难去世了，我们都瞒着他，只想他安稳地度过高考这个人生难关。来都来了，就把心带走吧。爸，你放心，这次考试我会好好考的。对了，端午快到了，我好想再吃一次你做的粽子。离你们班上那个灵动远点，听见没？为什么？东东是我们班第一呢。考第一有什么用？你看他爸那个样子，一看就不是怎么考的，说不定啊还进去混呢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爸不是那样的人。哎呀，你小丫头片子，我看你啊是有娘生没爹教。我闺女家教怎么了？你说谁没爹呢？早点回家。我骗了你，我爸去世了，我知道，爷爷他们不想让我知道。从今是碎了满地亮亮的宝石，生活是一场大雨留下的潮湿。你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啊？甜的。雨里的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，叫他我闺女也爱吃甜，一座座城市好可惜，有没有人会记得记得他的名字，祈祷在下个风格再见爸爸。